好，两位伙伴，大家好。哦，那个，这个工作量超出我的想象哦。你看刚才讲的话再讲一次嘛，因为没有录到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这边很可爱的卡通图是我们杨大设计的，长这个样子哈。他那个那种洁癖，就是喜欢弄得很漂亮，这是好事啊，这是好事，这写论文等等是好事。好，来，然后呢，那个看一下我们的统计图，统计图主要是由院老大画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分工贡献了一些。就是这样才难过，一个人做就算，一个人如果全部做完，那就是要分工作，协调之间又是一个问题哦，又是一个问题。好，OK，那就继续努力哦。我猜我们大概一二晚上还会在这边继续再干活哦。好，OK，来准备数到三，停止录影，一、二、三。